好，首先呢，鞋子最重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尺寸。我们的尺寸呢，你一定要买大一号，因为毕竟它是靴子，有脚板问题、筒围的问题，所以记得一定要拿大一个尺寸。所以妞儿平常穿38，我这一双是穿39。再来呢，它这边呢有做一个拉链，方便大家穿脱。它中间的交叉点是不是是一个很漂亮的圆 V 型哦？好，那这一双我觉得呢，要注意的是它的筒围只要在36公分以内，你都可以穿。这一双完全包覆性非常好，我们不论是正面还是侧面还是后面，完完全全把那一块最大的小萝卜包住了。那它的皮革算是非常软料的皮革，再来呢，它呢非常的亲肤，也不会闷热。那你收到的时候呢，来又会拿到我们的新鞋盒咯。我们这一次的靴子的新鞋盒是这样子的，非常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精致哦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收到这个非常漂亮的鞋盒，跟妞儿脚上非常漂亮的鞋子哦。